舞者跳完了之后，我会瞄一眼，就是越瞄就越觉得啊，这个人坐在那儿挺帅的，这个大哥坐那儿挺帅的。特别吸引我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长相也特别有 swag， 然后坐在那儿也不说话，然后就，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哎，是大神吗？是。这一位中国的舞者是纽约街舞大赛 Popping Battle 的首位华人的冠军。他应该是全中国跳 Popping 的。所有人心中的一个标杆了，真的没办法讲，他的那个风格真的是有点，国内首屈一指。别让我的感觉错了，错不了。你不来我站队啊？这就是他喜欢的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先拉个钩，到时候选我站队。啊，都拉了，都没办法了。好好好。他的那种帅，就真的是比较 swag， 这就是我选人的标准。我对我选的人真的特别有自信，他绝对会过来的。觉得自己跳的好了，就可以从我脖子上自己来拿毛巾。啊，队长好，我叫许晨，来自南京。就有谁想来挑战一下吗？我？没有人挑战？没有吗？那没有，那就。许晨那个我真看不懂，就真的看不懂。就是啊扭啊扭，就是专业性 locking 的那种动作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过。要我叫沈子浩，可以叫我子浩。今天我来涛哥的 swag team 报个到，全国 locking 冠军不是我唯一的头衔和名号。从现在起，我要证明自己，中国第一个 locking 童星。不往回看，因为那是曾经。上来都要说段 rap， 你们怎么去唱歌呀？老是大愿意给我 freestyle 唱 rap。好的，现在我想感谢 swag team， 我想加入你的战队，然后成为 VIP。Yo swag team，just come from B-boy dragon， come from CDC。我不想给你太多的时间考虑。Yo DJ drop the beat。真的是，你们来到老院 freestyle 唱 rap 给我听。
这个质感没有刚才那个扎实。辛苦了，谢谢。涛哥，再给一次机会吧。是吗？我觉得他刚才跳的没我好。我觉得他动作跳得很好看。那我能跟他 battle 吗？你想跟他 battle？ 对，因为我不服他。哎，那刚刚你说我说还有跳 lucky 要出来 battle 的时候，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是前辈，我应该尊重他。你都给他过毛巾，你就在犹豫，你就在给他不给他。那我上来就直接把人家毛巾抢了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就是说，我想用自己的作品证明自己。明白了。但是我觉得我的作品没有能打动你，所以我才选择跟他 battle。行，来 battle 来，既然你不服，给你个机会。许晨是吧？我这里有点刚。给了票了，又要再回来掰。现在就是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吧？他不服你，你们俩 battle 一下。没事，我不收毛巾。我给出去的毛巾，我绝对不收回来。来吧。其实你跳的真的挺好的，嗯，但是其实不给的原因是因为动作和感染力还有。但是我们俩 battle 的时候，他输给过我。但是我觉得今天他发挥的真的比你好，真的。别事，你先走吧，你反正，啊。不能给你个机会吗，涛哥？让我跟你一起走。专门为了你练习转体360，还有各种，就是都是为了你。我为了能来到你的战队，然后跟你走在一起。我就是觉得他跳的比你好。但他不是 lucky 的，你也知道 lucky 最重要的是 luck， 但是他一个 luck 都没有。我觉得 Kimi 还是有很多 lucky 动作的，只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风格是不太一样的。应该没必要攻击别人吧，而且我在你的战队，我一定会做最出色的那个，好吗？你也看到了我的舞蹈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很公正了。对，而且他要 battle 已经给他 battle 了。这哪那么多话呀？凉了呀，已经。哎呀，别了，还有好多人在后面呢。还有跳 lucky 的吗？battle 吗？我不按照节目组的规矩走。你们觉得比他跳得好就出来跟他 battle。如果你们在最后毛巾都给完了，你们连跳的机会都没有。谁比他跳得好？证明给我看，谁是这最牛的 ？Lucky。下一个。队长好，我叫奶茶。Hello， 我是来自北京嘉禾舞社扎哈苏格的奶茶。队长肯定是选易烊千玺吧？因为本身我俩就挺熟，这也是事实。但就是因为熟，很多人也知道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很做作的去故意避开他。
是知道他来的，因为我跟他是一个舞社的，以前啊一块跳舞，我们是哥们嘛，所以他的水平我了解。因为考虑到之后每个人各队的时候，然后我是需要跟我的舞种搭配程度非常好的队员，但是今天奶茶表现的水平不是那么理想。钱待定吧。我以为他稳过的耶。千玺其实是个很公正的人，我能不能晋级完全取决于我自己当天的发挥，那今天的状况跟我最坏的打算是一样的。因为咱们的毛巾数量特别有限，就25条，所以这个选的时候你要选出其中更好的那几个就其实特别困难。第一组给太狠，第二组肯定会收一点。您先待定。太严格了，比第一组好的都还只是待定。您可以先待定。您先待定。待定吧。你看这里还有那么多待定的人。他之前还有直接不给，他现在连都没有直接不给，全是待定。好，下一个。刘二南。我叫任建成南，来自贵州遵义。跟进去吧。刘二南。不用待定了吧？我现在还剩几条？15条。你先待定吧。哦，不要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哇，真的好严了，越来越严了。第一组也太多了。谁让他一开始毛巾给这么多？第一轮的时候我觉得发太多了，然后我第二轮的时候我想多待定一些，然后待定的这些 dancer 可以掰一下，然后可以选出更好的。待定你上去又是 battle， 这样没完没了了。